我来造谣了，侯明昊与周也在一起了，穿情侣装就算了，互换身份的时候周也说和侯明昊用一个麦就行，直接拿走侯明昊的麦，这样名正言顺的贴贴，对吧？一个麦就好，我没事。好，我帮你拿。还原剧中名场面时，侯明昊笑得都要甜出蜜了，呀呀呀，看得脸近的都要贴在一起了，剧中可没这么近吧。这是锦鲤腰吗？对啊，你们看这鱼眼，这鱼嘴，还有这鱼腮。周也还直接掐上了侯明昊的大腿，看小猴子慌张的眼神，仿佛在说，哎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收敛一点了。哪像各位啊，天子富贵能当广和门的七星弟子啊，谢谢谢谢。看看侯明昊不值钱的样，老婆干什么都冲着，网友的话可以不听，但老婆说的一定是对的。在给对方拍照时，场外观众说看看腹肌嘛，侯明昊害羞脱衣服不方便，但周也一开口，侯明昊毫不犹豫同意了，就只听龙主夫人的，是吧？真的不要太双标。我们在直播，我怕我们被封号，我们今天就是健康引导一下啊。你说吧，燕回说吧。啊，策划也是会真的会搞事儿，这个摸恐怖纸箱也太会了吧，这不经意的指尖触碰，这肤色差，这大手与小手的反差感，谁懂我，把民政局给他俩搬了呀。看看身后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磕疯了好吗，我生性不爱笑，只是牙齿有点热。好磕的是他们在红色背景下合照，哎，我不管我不管，我宣布这就是结婚照。什么什么，你说这是节目效果？磕在台下他们也好甜爱。侯明昊把零食里的玩具组装拼好，然后习惯性的送给周也。侯明昊也会从横店到苏州探班周也，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？被剧组演员发现后还要欲盖弥彰的解释自己被公司包办婚姻了，但老婆一反问就立刻改口，侯老师就是特别好，从横店就是开车来苏州看我，因为我在拍戏。对对，今天被公司包办婚姻了，今天啊。就特地来的吗？不是，当然心甘情愿的。听到别人说接吻，侯明昊的笑容真的藏不住了，还偷偷舔了舔嘴唇，简直都是把期待写在了脸上。上一秒还在嘲讽周姐的拖鞋太丑，下一秒自己就买了同款，直接接吻。你问什么问题？人家都害羞了，被你说的。来。背景准备好了，哎，给你们看。看看侯明昊那上赶着的样子，在周也面前小表情根本就藏不住，听到周也给他打了8分，嘴角瞬间就垮了下去，听到是周也在玩梗瞬间就兴奋起来，听到周也说要弹电次教自己唱歌，侯明昊都气冒烟了，估计连弹电次埋那里都想好了。说话给彼此打，收下和对方二大分数。3、2、1、8分。那2分简单，你的颜值上，刚刚自己说的。真的有用吗？真的，跟我能比吗？肯定会比你现在。不需要，我要谭老师教我。冯老师也是发过专辑的。在片场拍戏时，两人就已经甜度爆表了，看到周也被烟熏到，侯明昊便直接将周也护到身后，煽动自己的衣服帮他感烟。周也的手被刺扎到了，还在拍戏的猴子简直要望眼欲穿了，导演一喊咔就冲过来为野子挑刺。怎么办呢？把我解出来吗？来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哇，好疼啊！玩游戏时也一直宠着周也，别想游戏让他赢。先笑吧，不然这怎么办？那我就笑了。哎，好。周也回答错问题，也会配合机长。
号之前曾经开过一家理发店，然后他曾经给艺人朋友们做过妆造。离谱的其实认真了、哦。真的吗？都是战绩吧，战绩，你们就是错。那你记什么账？给你个面子嘛。哪怕周野输了游戏要接受惩罚，侯明浩也会直接挡在周野面前。姐妹们看到了吗？找男朋友就要找这样的，猴子来也真的太甜了。合颂，听听我们的呐喊声吧，二搭二搭二搭呀，我们要看校园剧啊，劝你识相一点，不要让我求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